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147集，来谈一下让投资人又爱又恨的新兴市场。所谓新兴市场，一般是指新兴亚洲、新兴欧洲跟拉丁美洲。新兴亚洲都是中国所占的比重最多，新兴欧洲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代表，再来可能土耳其的比重会多一点，然后就是东欧那些小国家。拉丁美洲占最多的就是巴西，然后是墨西哥，接下来就是阿根廷、智利那些小国家。新兴市场曾经风光过，最风光的时候是在2004年到2008年那段期间。不过在发生金融风暴之后，新兴市场崩下来就很难回得去了。这是中国上证指数在2007年创下历史新高6000多点之后跌下来就回不去了，目前3000多点。这是巴西股市，它从金融风暴前的7万多点跌到3万多点，然后再涨到去年的最高点12万点，现在跌到98000点。它的指数涨很多，但是拉丁美洲基金从金融风暴跌下来之后到现在，它的净值还没有涨回去原来的高点。巴西股市涨到12万点，投资人在金融风暴前买的基金为什么还不能解套？这是俄罗斯指数，俄罗斯的惨况更不用讲，这支欧洲新兴市场基金已经公告要清算了，它投资俄罗斯的比例 45%， 它现在的规模只有3800万美元，算是非常少，因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还没有解封，基金经理人已经超不下去了，只好宣布清算，把钱都退还给投资人。但是投资俄罗斯的部分可能就是呆账了，所以投资人能拿回来的钱应该很少。我觉得不管你投资什么，最好还是不要去碰新兴市场，因为它的风险很难预测。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，下集再见。